这是一块苹果表，这是一块新的苹果表，这是一块新的 SE Nike 苹果表，但是它即将迎来生涯中的第一次大考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小畅。首先，这是一张 A4 纸，这是一张平淡无奇的薄薄的 A4 纸。为什么拿出它呢？是因为朋友告诉我 ，SE 的缝隙很大。所以呢，一张纸没问题。那么我再试一下，那折成对折之后，两张纸的厚度可不可以塞进去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可以耶，哇，那反过来看看最后的这个地方能不能塞进去。不行啊，松了口气啊。如果大家像我一样家里很多灰尘的话，肯定会很苦恼，这些灰尘都粘进去了缝隙里面了，怎么办？首先啊，拿出你的微纤维布，然后呢表面的稍微轻轻的擦一擦，擦完之后呢，拿出我的秘密武器，就是 Blue Tack， 这个我们随便到处都能买得到，然后用力的将它按压在你的表面上，就像这样，然后就轻轻的等一下，为什么粘住了？ Shit， 不要紧不要紧，遇事不慌遇事不慌，让我们粘粘看看能不能把它粘出来，粘，好在是能够粘出来，不然这个手表只能在翻新店见了。然后侧面的这两个洞洞呢也要照样粘一下，然后呢这个圆圆的这个地方啊也是给它弄一下。又是崭新的 Apple Watch。那今天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，然后点赞三连哦，拜拜。